这台车子有关 A B 的问题，麻烦请你下车，这台车子麻烦派扣车，麻烦请你下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查出来了，麻烦你下车。下来了，麻烦你现在下车，车上贵重东西收一收。我们已经查完了，把车上东西、贵重物品收一收。这台车主毛拖走了。来，这张是假牌，你现在使用假牌哈。违章这种文书，你现在是现行犯了，把他逮捕。你已经被逮捕了。好。大安分局东岸南路派出所昨天凌晨4点多，在忠孝东路四段执勤时，运用了巡逻车所装设的智慧警情辅助系统，辨识出一台自小客车，车牌显示疑似为 AB 车。警方立即上前将该车辆予以拦停，并证实车上郭姓男子使用伪造的假车牌，同时也查获他身上持有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一包以及折叠刀一把。在逮捕的过程中，郭男坚持不愿出示相关的身份证件。经过追查之后，原来他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妨碍兵役毒品通缉犯，为避免警方查缉，所以网购伪造的车牌悬挂，而该伪造的车牌的来源，本分局正向上溯源查缉中。讯后全案依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、毒品、社会秩序违法等罪嫌，已请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。